幸福，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呢？你眼睛近视啊？不是，这不是显得有文化一点吗？你看什么呢？我查一查，前台都要干什么。幸福啊。 不按新做好本职工作，这样不好啊！我的活都干完了呀，前台也是我的本职工作，知识和文化缺一不可。不错，孺子可教也。是孺子可教也，不是孺子，是孺子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下边那个招聘启事是你给撕了的吗？ 你别光笑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乐什么呀？<笑>是，康律师，商量个事儿呗。你就雇我当前台，你就不用花两份钱了。幸福啊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和你学习勤奋的劲儿，在不久的将来肯定可以当上前台。但是现在我能不能拜托你啊？ 先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呢。我本职工作做的挺好的呀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就明明这前台的活我一个人就能干，你们非得雇俩人。你现在不合适。我哪儿不合适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一个企业，那不光是律所，就各种企业。 找前台呢，除了要长得好看、气质好，更重要的是，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，因为前台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，能明白吗？小豆子，说妈妈，妈妈想天天都陪着你，可是妈妈现在就这样回去，有点不甘心。 妈妈在城里的这段日子遇到了很多人，也遇到很多事。难是难了点儿，可是妈妈现在心里面有盼头了。妈妈希望你能像城里的小孩一样，受教育，开眼界，这样将来你就有更大的世界了。<笑>将来能比妈妈。 过得更好，你说是不是？再等一下，妈妈好吗？妈妈一定使劲活，好好活。<笑>白哥，你成天说许处长是你叔，我怎么看着许处长根本就不理你呢？谁说的？ 我叔跟我亲非得让你看见啊！我的天天催我，他的事儿到底有没有可能啊？怎么有可能？可能的很。这次省里点名让我们处做汇报，汇报材料昨天让秘书已经送给你了，您看了吧？哦，我看了。其实啊，你没必要给我看，你就按实际情况汇报就行了。是，可是。 这么大的事情啊，市长您把下关，恐怕更稳妥。叔，叔，家里沈哥还好吗？走，开门。 许处长是你叔吗？不是，这人一当官了啊，就六亲不认。你说我们日子怎么过得就这么不容易？是啊，您说的我都特别懂。到这儿咱们有关律师，就有人替咱们做主了。我都急死了。
一年的收成就那么看着烂在家里了。我孩子都没断奶，我这一着急我奶也没了。那孩子他没奶喝，他就天天在家哭，我看着太心疼了。别哭了大姐，哭上了。是啊，这怎么俩都哭上了？这你就不懂，幸福这叫战术，拉近和委托人之间的距离。哦，战术，那到时候你也给我战术一个，我看看。跟你在这输着哭会儿，我心里都好受了。静止眼睛跟你说啥了是不是？啊，没说啥。你别骗我，我也不傻。我说句公道话，眼睛有啥不高兴的份儿啊？这房子不是他的，是咱家的。你大哥他俩落到难里了才来找你的，咋还不能住了？人家说山楂子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还没娶媳妇呢就把咱家忘了。妈，你看你说要跟我分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你？分手就分手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不多的是吗？你一点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，你娶回家她不也是个祸害吗？你说什么呢大哥？你要对我不满意你可以骂我，但你不要这么骂亚妮行吗？咱家的问题是我的责任，跟她没有关系。庆志，你别听你大哥的，亚妮是个好姑娘，千万别为这点小事儿就把你俩给搅和了。咱们一会儿把行李收拾好，明早就搬走啊。